领导，咋的了？哎，好啊，干嘛呢？你等会儿啊，我关个免提。我给你送来证书放我搁公司待着呢呗，我还能有啥事儿？那你这又换我哥了？你不说带我去吃那家小龙虾吗？啊，就这么忙，什么都比我重要。领导，我先走了。那你说怎么补偿我吧？反正你要不补偿我，我肯定生气。领导，那个你有一个快递到了，我给你放门口了，你出来取一下吧。不是，我没在公司，不行，你放屋里呗。啊，你没在公司啊？啊，我出来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这边呢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外边吃饭去。啊，跟龙虾约会去了，我这不咸鱼吗？你这会儿干啥呢？我这活干完了，我回去回家了。下班了吗？你就回家了？那我回去吧。给你带的。啥呀？小龙虾。跟龙虾约会去了，吃剩给我打包回来了。跟龙虾约什么会呀？拿着。嗯，那是搁办公室打话。就说想吃龙虾来玩约会去了。约会？啊，我跟我爸约会。你爸？啊哈。你跟你爸约会玩吃剩龙虾给我打包回来了？我就不能给你新打包一份？我对你就那么不好啊？特意给我带的。啊，走吧。你说我什么快递啊？我没买东西。最近完了，误会了。误会啥了？我听你想吃龙虾，然后那边爽约了我回去给你买一份龙虾，然后我合计你跟别人约会去了，我又给扔了。